我们身上的这真理不也是一样吗？每一分一秒，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。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，不用学习，不用思考，其作用虽成千上万，何来却只有一个自我，一切有条不紊，自然而成。道在无声运用自如，再也能是